爱，付出的爱有多宽，得到的爱就有多广。我呢，我是大陆人，我是第一次来到台湾，也是一个不经意的时候来到慈济。我只想谈一下我的感受，接受慈济的第一感受。在苏州我接触过一次，去了慈济的感受，我觉得这种爱包罗万象。来到台湾又不经意间来到慈济，慈济的力量我感觉很大的。我说这话的时候也很紧张，因为我自己身上也发生一些小故事。因为我的前半生也是种种原因吧，挫折坎坷遇到很多很多，但是我的心总觉得你不论遇到什么，你不能以一种报复仇恨的心理去对待任何一件事情。我还毅然而然地做我该我做到的，该我付出的，不论我结果是怎样。因为我也有孩子，我总这样认为，就是人就是这样，不求自己还求儿女。所以说让我这次第二次后半生的缘分，我觉得可能也是我前半生我积德积福积来的。现在我遇到就是我现在台湾的老公还有我这个女儿，他们对我都是一种福报。